你看过岁月的童话吗？高中的时候，我在天台的墙上看到有人写了岁月的童话里的一句台词，我一直在找那个人。什么时候我能用最真实的自己面对你？等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毕业了，但我不想留下遗憾。要是有一天你也谈恋爱了，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哭了。千万不必这样。盛淮南，我喜欢你，但我不后悔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想好好守护他。我想最后和你玩一次选择的游戏，张明磊，还剩回来。洛枝，不好意思，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在怕什么。如果最后真有世界末日，你最后的愿望是什么？我希望我可以把所有不勇敢的事情都大胆的接一个。晴天，阴天，下雨天，你喜欢哪个？